有一些人现在的脸孔为大家所熟识，可是实际上如果看到他以前的照片的话，可能会认不出来。那我前一阵子就在手机上发了一张照片给小 S， 然后让他猜是哪一位经常来康熙来了的来宾，结果他完全猜不出来。我看到那张照片之后，我就想说是你妈妈吗？是我妈妈。没有任何线索，感觉他是来过我们节目的人。好，那张精彩的照片今天也出现在我们请大家判断的照片当中啊。那现在请各位跟我一起呢，我们先看第一张照片。第一位的这个照片呢，说实话照五官来看应该是看得出来，可是让我们觉得诡异的部分是他的气质很不一样。对，这张照片理论上应该现在看电视的人就好好的想他的五官，就马上就能够想出来，可是会觉得是不是认错人的感觉哈。所以你觉得这个当下他是在脸上是有妆吧？我觉得他很像当时电影圈某个好像还蛮红的明星，就是那个气场是强的。然后他现在这个样子是等着要试镜或者是要被拍，对不对？应该就是对，应该是在等着被拍。好，我觉得看节目的应该已经认出来是谁了，我们现在把他请出来吧。好，我们欢迎嘉宾出场。哎呦，还牵着我的手，这招好厉害！是是是，因为怕您的，怕您男生出来还有这样牵手，哎呦，昌明是童哥，小 S， 你以前的气势去哪了？这个照片啊，我觉得是我在出道以来大概是最大的耻辱了吧？怎么会？你觉得帅吗？我觉得比你现在帅很多哎。你放。风筝真的比你现在帅很多？怎么可能？你感觉很有气势啊！要么就是巨星，要么就是手下有很多小弟。可是我那个造型是主持节目的造型，主持人的造型。不知道你当时就是看起来比较有气场，嗯，就你现在，可是我觉得好像太亲切了。可是我觉得看这个照片，我反而觉得自己有点獐头鼠目。我不没有，我不觉得你现在才獐头鼠目。真的啦，侯昌明呢？今天有带其他照片，我们等一下会一起看哈。欢迎你，请坐。谢谢。旁边这张照片呢，一个笑得很开朗的少女，在河边的感觉。我觉得看得出来耶，你没看她下面那个卧蚕，就是标准美女的眼睛。我第一眼看到这照片，我觉得她有点像一个外景主持人。哎，阿玉。好，我们现在。黄浩平，我们把这位请出来吧。好，欢迎嘉宾出场。来这边，这边。欢迎。哎呀，怎么会是你？怎么可能？什么双下巴？那你的双下巴？谁没有以前年轻的时候都有双下巴？对啊，谁没有过去？主要是你从肉头鼻现在变成是坚挺的鼻子。高中，徐丽是觉得有玄机吗？嗯，没有啦，我这很真哎。对啊，你蔡那个蔡小虎，不是蔡小虎，蔡小虎，小天使，对啊，还敢说我？你小心我拿黑金刚叫手下来找你。哎呦，你是不是比我读华冈早十年啊？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读华冈艺校的，我有点不知道你是哪一届的。一届，才一届。对，可是我是夜间部的。哦，难怪一直没有在学校遇到他。对。哪有十年也太夸张了。好，慧茹，等一下有别的照片要请我们看哈，欢迎你，请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下一张照片。如果你仔细的看五官，应该有线索。嗯。可是因为他最近不在演艺圈，所以可能大家一时可能想不起来。没料到他会来。不过他很像，对不对？没变。好，黄浩平，我们要欢迎他了。好，欢迎下一位。天哪，你是有又变更帅的迹象吗？谢谢谢谢，我本来也要戴个红色的领带，就刚好。他现在是医生，对，正规骨科医生。对对，现在是。你帮我看一下我的腿，这边很不舒服，这边就痛还是什么的？你帮我摸一下这边对劲好不好？哎，你们典型的检查是怎么样？因为我膝盖是真的很容易痛。对对，就有穿高跟鞋的容易受伤。哦，因为也是，最近拍戏的时候摔到那个脚的膝盖，然后一直觉得好像膝盖摔到不需要看骨科医生。其实我们看骨头的。会的，现在这边推荐一下，抽个号码牌。你把我这
个上衣脱掉，你看我那个第三节的上衣，继续好。要不要看肋骨可能更快一点？有这种女病人一直对你这样子吗？还好，有时候就是真的吗？实习的时候就是有几个病人就是要暗示说，可不可以邀请你出去啊？怎么样？不是这样，可能。所以是在台湾还是？我是住在国外。开业的哪里跟我讲嘛？哪一个城市？在洛杉矶 Arcadia。洛杉矶一个城市。我一到洛杉矶就拿棍子把自己腿打断。不用了，就稍微扭到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想说要医生要来看病，然后走出来的是这种医生，你难道不会害羞吗？不敢看他，但是我会告诉我自己，下次我一定要再复诊，每个礼拜都要复诊。有点看不好，我觉得他不吃药，他走出来会太像色情片的那个节奏，就是没有要好好看病。他穿医生袍的样子。对，我平时是穿西装还是白袍，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比较正式。你现在有自己的诊所了？对对。所以诊所的护士有经过挑选吗？就是比如说不是我选的，你把他整个人先想成充满色欲的一个医生，他整个人出来就很色欲。那如果帮你看骨科，你会害羞吗？我知道，他太像色情片了。对啊，你这个照片是几岁的时候？是应该是八岁左右吧。我 by the way， 我这边还是好了。我等下有一个，我跟你讲，这集结束的时候，让他帮你做全身按摩，好不好？帮你整脊。好，欢迎你，林志文，请坐。我觉得你力气已经用完在他身上，下一个你应该不想聊，对不对？女生我本来就没有很爱聊，这张照片也蛮普通的啊，跟他现在蛮像的。像吗？我没有想到他有这种年代感的照片，就是因为潘慧茹这个照片，不是感觉好像比你在古老的。我刚刚就想说是哪一位就是前辈，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是冰冰姐嘛。对，因为怎么少女会拍这种很复古的艺术照，而且还把自己头发弄这么，就是有一个年代流行拍沙龙照的时候。现在的她应该会比较时尚一点吧。不知道，他们这个照片，他还是很危险啦。他的时尚已经很危险。可是我觉得他的五官，他现在出来五官会不会就是很明显的有很大的不一样？你会失望。你说其实一样吗？其实差不多。来，黄浩平，我要请他出来。好，欢迎下一位。来，站在这边。其实不一样哎，就是眼睛不一样而已啊。整个质感差很多，好吗？你这个是在去英国的时候拍的吗？那是高中。你有去英国？我最震惊的是，他居然在英国留过学耶！对啊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要震惊？是游学还是留学？是留学，而且还待了五年。是有学位的吗？有学位啊。什么学位？大学跟研究所的学位。研究所？怎么可能呢？来了，你身上完全没有书卷气耶！我带行李箱出发，你今天收回来。所以你英文好。OK 啊，你英文会有英国腔吗 ？Yes。你可以介绍你的研究所是什么研究所？用英文。Goldsmiths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。哦。I graduate from Master of Music。感觉好像有点顿点哎。Master。你可以了解吧？了解可以。伦敦大学的音乐系研究所。你怎么会把音乐博士的气质隐藏得这么好啊？有的时候就是要低调。你是不是希望跟民众拉近距离？对，故意让自己就是很乡土。我们老板有交代，就是说要放下，就是要放下一切，然后进这个圈。有谁听过你的钢琴演奏？几乎没有。你希望下次康熙邀你奏一次音乐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是要很显得出厉害的样子。我很想要听哎，真的吗？我没料到。头要往前后摆动的那种。可以，头前后摆这样子，这样还闭眼睛，就是最后要撞到这边流血。不会激烈到这样啊！这张照片应该很久没有出现了，就是迟迟不敢拿出来给大家看。等一下还有更糟的吗？有，还有更糟的，还能比这更糟？这张都已经是艺术照等级的，有更糟的。好，欢迎你，谢欣，请坐哈。下一张太为难大家了，小女孩哎，因为这位人士其实也不是那么常出现在大众的面前，所以大家可能对她现在样子也不是那么有把握，而现在又跑出一张跟她现在样子差天差地远的照片，很多吗？我以为是廖慧英哎，廖慧英，是啊，对啊，你不觉得有点？如果是廖慧英，你还不会这么惊讶哦，等一下她走出来，你会更惊讶，真的吗？不过能够想到廖慧英也是很感人、啊，我们下次去把廖慧英的照片找出来看看。黄浩平，我们请这位出场了。好，欢迎下一位。
然后这是成长经过啊，对，是。所以那个时期的你是痛苦的吗？还蛮痛苦的，你看那个肌肉笑得还蛮僵的。不过我觉得你笑容还蛮灿烂的，真的，因为妈妈一直在前面笑笑，这样很甜美。啊，戴安娜就是照片很极端的不同，等一下还会有别的照片。好，欢迎你，请坐。好。明彩提一句复古比赛当场惹怒小 S。一彩提在演艺圈的辈分，他可能不认识林志文医生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他？那个团体就很红哎，就是我没有经历到那个，但你没有经历到那个团体。我们高中的时候就唯独华冈，我们还有办那种什么复古比赛，结果我们就有跳跳 A 馆。复古。相信真的，跳跳 A 馆是跟。对。会不会是我们面说复古这两个字？我觉得你是整形鬼嘞。这真的很困难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耶，还不如猜那个马赛克还好猜一点。马赛克应该就是什么 hold 住姐妹。旁边这个现在是女神呢，女神下巴比较就是。如果你女儿的班上有这么一个同学在，你会一看到她的脸就说哇，这将来是美女吗？不会不会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差不多哎。没有，相较之下你那张比她漂亮很多。真的吗？嗯，所以我那张眼睛都不知道在哪里耶。你那张就是桃花眼啊。真的吗？嗯。谢欣那个是什么？谢欣我不想多聊。谢某个年代不知道在干嘛，发红包。那请下一位坐。好，欢迎下一位。是你耶。对啊，所以你是要跟我们坦诚你大整形吗？没有，就是真的长这样啊。这是什么时候？高国三升高一，我刚进。是已经国三了吗？对，国三。然后那时候已经大家觉得你是美女。那时候大家就觉得我很正常啊，就还偏可爱，就正常还偏可爱。所以国三的时候是班上受欢迎的女生吗？对，国中的时候受男生欢迎的女生。受男生欢迎。所以你牙齿有矫正？牙齿有矫正。然后嘞？就没了。就没了。嗯，我觉得哪里好像鼻子当时圆一点，对不对？可是因为他现在鼻子也还是肉肉的。对，我现在其实还是很肉。可是但是你的鼻骨这边是比较宽的哈。对，所以彩婷如果开中学同学会，他们其实现在陆续就是常常我后来他们都会跟我讲，就完全认不出来。你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呢，就是现在如果看节目有一些小朋友长这样子，他们就这样。光是不是？而且看的角度真的比较丑，就是肉头鼻还是有可能变女神呢、啊。因为很多女生，其实彩婷第一次来康熙，我就有觉得她的鼻子比较肉一点。对，可是还是有可能变漂亮。以彩婷在演艺圈的辈分，她可能不认识林志文医生呢。我知道她，你知道她？那个团体就很红哎，就是我没有经历到那个，但是你没有经历到那个团体。没有，他没有啊，没有经历。他以前出片的时候，他大概才幼稚园。对，我没有经历到，可是我听别人讲。L A Boys 解散的时候是几年？1998年。1998年。我们高中的时候就唯独华冈，我们还有办那种什么复古比赛，结果我们就有跳 L A Boys。复古。真的，跳 L A Boys 跟。对。点点点。我知道，我听到了。请你去购买《说话之道》的演员，你怎么会在我们面说复古这两个字？没有，我觉得你才是整形鬼嘞。徐熙娣，这是什么？我觉得你是报应，就是因为刚刚潘慧茹出来的时候，你问他有没有比你长十届，你现在知道有多恐怖了吧？我现在是复古主编，你知道彩婷跟你差华冈差几届的那种，就是以前的。你有比 S 晚十届吧？回去做好多事。林凯婷，欢迎你，请坐。下一张很困难呢，在公园的感觉，好像是新公园呢，228公园。对，这个你如果仔细看他的五官，应该有线索。只是很阳光，只是难以想到是这个人啊。而且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很高、很瘦、很高的人。当时这个人看起来是高个儿啊。对啊。蛮偶像派，就是将来就是打篮球或是偶像这样。运动挂，而且是有一种。比较偏梁修身那一卦的气质的，对不对？就后来怎么会走到这条路上？就是你是不是有电棒烫在你心中他的样子？有哎，有没有？
质感也跑掉，就跟侯昌明的问题一样啊，就是气质没有了，气质没有这句话。我觉得我现在比较有气质哎，你真的觉得你现在比较有气质？我真的觉得啊。你以前像罗时丰比较有气质吧？啊，罗时丰以前好像比较端正。他刚刚已经被形容是蔡小虎了。我那个脸有这么明星脸吗？好好好，朋友，我们要请这位来宾了哈。好，欢迎下一位。潘老师啊，潘老师好。你为什么不高了？什么叫你为什么不高了？他就是没长高。你那时候腿很长哎，修图修图，拍照的角度关系哦。你那时候几岁？国小。国小？怎么可能？四年级还是五年級？你国小长那么小，现在这么高，怎么可能？你那个就是没有长高过嘞。那个是哎，我看这个是大学的吧？没有。那像十六七岁。这个是在国小六年级的时候，那个体育班的时候，大家。哇。可是那个时候中哎，那个时候大家应该误以为你以后会长很高吧？好像是，你那时候没有这么像混血儿。我因为我家里人五官都很深啊。OK。然后我发现我看了这个照片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女儿现在也跟我一样，我女儿现在长很高啊，她一岁半而已，她比一般人高，她90几快100公分哎。可是因为你后来就停掉了。对。所以你要跟他女儿说以后会停掉。就希望他女儿不要停。运动的关系。运动过量。对，运动过量。又跳舞又拉筋。所以得知彻底的停下来了之后，你有难过吗？你是说有一天有人寄一封信来说你已经彻底的停下来了？其实不会呀，也不会难过了，因为大概到19岁就差不多了吧，是不是就要认清了？这件事很难有一天发生，就渐渐理解到自己长不高了吧。我后来是在当兵才开始长，真的开始真的在发育，在当兵的时候发育。你有比照片中再长吗？有，没有啊，没有啦，没有，那就是一样高啊，跟是角度的关系。蔡小虎，你少讲话好不好？你那时候几公分？那个时候大概159、6、160差不多。你当时开心吗？不晓得，那个时候不对身高没有什么太多。不是，我是说人整个人生活是开心的吗？开心。开心，因为好像有一个阳光的气质在耶。因为就是以前那个时候打扮大概都是这个样子。是，好了，等一下还有别的照片看哈。好，潘老师，欢迎你，请坐。最后一张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之后，我把它送给小 S， 然后叫他猜是我们节目的哪一位来宾。那有猜出来？他猜不出来。我以为是蔡康永的妈妈。可是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因为男生有点像李安导演，男生也有像明星。可是我们今天男生有点李连杰，对，就是有点很像一个。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女生，女生有点华夫人的感觉。女生反正就是一个像时尚圈的人，对不对？是，對我觉得好陌生哦。有点像裘海正哦。可是看现在在看节目的人，麻烦裘海正会不会是年轻的陈菊？陈菊，请得到陈菊来。我觉得你有把大家引导到一个对的方向去。现在看节目呢，如果仔细从五官当中去探索，还是探索不出来，探索不出来吗？探索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真的完全。好，黄浩平，我要请他出场了哈。好，欢迎最后一位。老师，你是拿人家的照片吗？那哪是我干的事儿啊？胡天蓝，你知道今天这一集是因为你这张照片而发生的？是吗？因为我当时把这张照片传给 S， 然后 S 猜不出来是谁，之后我就说我要把这张照片弄到节目里来，然后我们要为了你这张照片把所有别人的照片都凑出来。天哪！因为其他人都没有这种震撼感哎，差那么多吗？你当时有容许这张照片重新出现在世间吗？我有点难过，因为我看我自己现在的样子，可是那天突然有点感触，就把它放上了。请问这个是结婚的时候吗？对，婚礼。结婚不请客。你先生也很像影剧圈的人哎，他是吗？他呀，他不是。可他当时他一辈子只做了一个工作，就是记者。记者，所以你先生现在也落差很大吗？你所谓的落差是跟你一样的状况啊。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习惯是落差很大。请问你的头发是几年前决定要剪成平头的？那时候应该是95年吧。你换成这个发型之后，你老公有怎么样吗？他其实蛮尊重我的。我那时候跟他讲，我说
因为我从那个多伦多回来，多伦多比较干燥，嗯，我每天头皮痒得不得了，我说我怎么办？我换了三种洗发精都没有用，天天洗，天天痒。后来我就想说，哎，我要不要试试看法国女生那种头发很短的试试看？结果一洗完，清水一冲都不痒了。所以你这个头发是走法国女生的路线了。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平头跟短头发，只是觉得说以前好像没有人这样剪。可是那时候就一个给自己一个理由，就是说头皮那么痒，每天很难过，出去你也不能一直抓头，很没礼貌嘛。原来是法国女性哎，我以为是老兵。你现在讲了，我有老兵都是剪那种方方正正，我现在有法国在剪。那你今天有带其他妆吗？有比较像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感觉比较像。我们大家等下努力辨认一下啊，胡念兰欢迎你啊，请坐。林志文西装隐藏好身材，小 S 眼睛不断打量。S 刚在跟他讲话的时候，我在侧面看。S 的眼球是上下打量的，有吗？有明显吗？你有说他不是 LA Boys 前任的团员，他就是一个骨科医师，你还是会对他这么动心吗？我不管他做什么行业。要检查，就是来家里面修水管是不是？五十公斤十年，我应该很久没有感觉到心跳在跳。你要不要跟别的偶像道歉？先把不重要的照片处理掉好了，这是谢欣的照片，对，就好，干过就好了。喂，这已经是他现在的样子啦。那个时候我的外号是基隆高中范晓萱。哦，下一张，我觉得比这一张好看哎。好啦，有跟音乐有关的了，有跟音乐有关的。我有出外景 ，OK， 我的沙龙照。这个是英国吗？这是高中的时候，所以小提琴你也会拉是不是？不会，那是跟同学借的，那是小提琴。所以是走音乐古典美少女的路线，音乐精灵的路线。应该只有对不起啊，真的很希望中断我们的谈话，对不对？还是家庭小精灵。好啦，那这个是小时候，这个可爱，这是对小时候有那种。爸爸妈叫我摆可爱的 pose， 然后我就很不耐烦。到目前为止，我的形象都是音乐精灵。其实很值得处理，可是因为今天有太多令人震撼的个案要处理。因为小女孩的照片实在是没东西聊啊。因为她还毕竟还是少女啊，就是没有年份没有那么久远了。可以看别的来宾的照片了吗？我们先多聊一下嘛。不用。太特别了。你校花事实也讲完，你应该满意了吧 ？OK OK。腰包，霹雳，这叫霹雳包吗？对，霹雳腰包。对，而且我从小就是。你这个头发是？那时候看到妈妈去美容院，自己一定吵着要去啊，所以我也去垫了头发。然后，而且我穿的那一件上衣的里面那个照片也是我。你说 T 恤上面也是你的脸吗？这是一张剧中剧的照片吗？就是觉得很自恋，而且你看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可以摆出那个 pose， 你看那个脚到底是怎么？你是有点想要回眸，就是这样瞬间的感觉。对对对，然后你看我还故意绑马尾，不绑正在绑。所以你后来真的变成美女，真的是很幸运呢。我其实觉得我差太多，就是总算没有把自己人生误会的太严重啊。我觉得没有差很多啊。但你为什么不笑呢？你摆这个那时候心情不好。对，那时候就是喜欢装酷。就是故意摆酷啊。对，你看像他小时候也是这样。就是酷酷的。看另外一张帽 T 的照片。哦，国中毕业旅行那类的吗？而且这个一定，而且大家注意看我。帽子底下那衣服是那时候最流行的高角度，一定要有高角度，那个不是那个头发，所以高角度的头发加高腰裤穿宽皮带，那时候多流行啊！而且我为什么会穿那个白色的那个帽 T？ 因为那时候因为我的偶像是刘德华，他在那个时期有出过一张专辑的封面，就是穿白色，然后有加一个牛仔外套，然后也是有帽子，然后他有一张也是这样，所以我就学他剧照。剧照，那时候是学校公演的时候，去年间了。对，那是学校毕业公演，是有名的戏。对，那时候非常有名，那是大红灯笼高高挂。你比谢欣变得少，基隆高中校花范晓萱 ，OK。你是不是自己也快要忘记你是
英国的硕士这件事？其实好在你们大家都有提醒我，好在每一个人都说哈，你是英国留学的，不然其实我也忘了。你现在应该很少有机会可以需要大讲英文吧？几乎没有机会，因为他们的对象也听不懂啊，现在都讲台语比较多。接下来这一张呢，除了男主角之外，猜一下旁边这个人。哎，林志文，旁边这个人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人吧？是不是？你们想象不是吗？是是那位吗？威博士的成员之一吧？是他哦，太强，就是他，马吉哥哥啊。不是啦，是王力行吧？是王力行啊，那是王力行的。哇哦，对，我那时候好像在迪士尼乐园，然后因为王力行这个抿嘴的表情有一点出来，这是迪士尼乐园，迪士尼乐园，对对。所以王力行那时候有比你帅吗？在民众的眼中，他一直都比我帅啊，很帅，帅，对，就是大明星。你们两个真的是小时候就是朋友哎，我们啊，我 baby 的时候就是我们搭在一起啊。你有一直想说你将来的帅要打败他吗？还好，我觉得他长得帅，他有、那個。你的语气难道是认为林志文现在有可以跟黄立行拼了吗？因为我毕竟很久没看到黄立行了，可是我今天看到林志文的时候，真的很想把衣服脱掉。不要再勾引他。谢欣很克制。我跟你讲 ，S 刚在跟他讲话的时候，我在侧面看。S 的眼球是上下打量哎，有吗？有，明显吗？明显。你是跟他讲话是这样？你到底在想什么啊？不是因为真的，你看过很多，你在偷偷在眼睛里面偷脱他的衣服吗？因为已经看过很多男人了，在节目中，因为他会是有一点稳重。就是专业形象，就是成熟男人的那种魅力，有一种很特别。所以如果今天他不是 LA Boys 的前任的团员，他就是一个骨科医师，你还是会对他这么动心吗？我不管他做什么行业，真的是要检查你，真的来家里面修水管是不是也可以？主持空间十年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感觉到心跳在跳。你要不要跟别的偶像道歉一下？来了那么多偶像，你对这个……他有一种就是男人的魅力，真的。真的。胡天蓝最近骨头好吗？怎么？胡天蓝骨头如何？膝盖有一点点。检查，开始进行检查。胡老师认你被他摸膝盖，你也会害羞吗？应该不会吧？你对他没感觉？怎么会？像儿子啊。哦，你现在已经。你已经不再有那个欲望了吗？他只有对菜有兴趣而已。刚才后面就告诉我们好多菜，每一个人像什么菜，每一个人都说你用菜来形容你是什么菜。他形容我。可是胡天，如果你现在去餐厅采访，结果走出来那个厨师是非常帅的，还会心动吧？会把他当一个很养眼的东西看，会把他形容成菜。所以你现在心里没有任何一个男明星是你觉得很有魅力的吗？史恩康纳来。有点远，哇，彩提知道史恩康纳来吗？知道，因为你也知道，从我爸那边知道，我爸喜欢他。因为那个叫做那个，这个要给彩提做一下，就是 LA Boys 当时的哦，哇，这张回忆太深了，所以他现在是不是真的很？这张我在现场啊，我们就是。那次比赛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时候是臭小鬼，现在是才是男人。那个时候他像大只佬，他就太对，不好意思哦，就是那个年代的时候，真的他就会成为我们不会忽视的人。对，那时候是把那个焦点放在黄立行身上。对对对对对。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轮到黄立成呢？后来发现他很健谈之后，就把他当成聊天的对象。这是五等奖。啊，好像是的，对，那时候我们还没开始那个，刚开始，他刚开始那个前一个夏天。怎么办啊？我一直好害羞哦。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。我们约好，真的让他帮你看骨头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因为我腰真的很酸。你看女病人的时候有任何防范措施吗？会护士要在旁边，是不是？大部分的时候不需要，可是有的不需要吗？对对对，因为还是穿的。美国这么开放，可是你要触诊，你不要摸它。像小 S 这样病人，他就把衣服扯开，然后尖叫，跑出病院的话，那不是会那么明确。我顶多要是他碰我的时候，我就会稍微有点小喘而已。吴天
男人爱重金属，洪昌明提出合理质疑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当时在记者圈里面是抢手的，对很多人追的那种吗？这怎么好意思说呢？他们都好意思说，你就说吧。我喜欢，其实喜欢热门音乐啊，喜欢听重金属。可是我出来的时候，还是希望在工作上面能够，我其实专业音乐。他现在比较想听重金属，金属还是重金属？音乐啦，不好意思。弃重金属干嘛？LA Boys 时期，心里面已经决定了，后来要继续当医生。应该是那时候我最年轻，我还是学生嘛，啊，他们两个差不多毕业了。那我爸也是，他比较尊重就是学历嘛。嗯。应该算是有，因为我们都小时候也是，我所有的朋友也说我们那将来要做什么，然后我没想到我们去表演的时候会成绩会这么好。对。可是我一直在想要还是要回去。还要回去当医生？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对，他讲话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好专心的聆听哦。我想你们根本没有在听内容吧？没有，我还看到你的喵，怎么这样啊？等一下，哎，他那个西装外套，那手臂有多绷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医生怎么可以穿这么 fit 的西装？对，我很好奇，你是故意买小号，还是说是你的肌肉把它就是胀出来了？撑大了。可能吃太多，吃太好了。林志文，这是 proper size 吗？应该是 proper size 40 regular。你有故意穿紧对不对？有。没有。你有修腰？应该有啊。有没有？你站起来。还要站起来。是 good fit？ 其实还好，没有绷那么紧啊。可是就是手臂那边就好胀。我觉得是你的脑子在绷哎。问题找到了。各种画面好烦。听诊器夹在胸肌的中间，可是问题是因为你知道他是练肌肉的人，对不对？还是说你看这个身形就知道他是练肌肉？有的人练肌肉可是不迷人，因为像潘老师也是猛练啊。你刚刚那是嫌弃的语气吧？说的啦，每个人都在练啊，都已经第七名了，还在提嘛？他说你为什么不好好穿一套紧的西装？因为我知道穿来之后你们一定会讲我啊，我就不要了。我觉得我很少穿西装，说坦白了，我只有当兵的时候穿了。后来我不太喜欢穿。我觉得他讲话没办法专心。好啦，这张他站在中间了。可是当时黄立行跟黄立成已经有样子出来了。对。那算像高中，我是第一年级高一，他们快毕业了。啊，这个年纪差不多哎。够了。不要硬，没有话聊，不要硬找话聊。闲聊的语气，又不是夜店，你搞什么？位置坐的真，你干嘛跟他闲聊啊？你应该还没有固定女友吧？我现在是关你什么事？关你什么事？你已经有固定丈夫了。我是访谈节目，我可以问他。OK， 你不要理他，我是讲真的，你有吗？现在是单身的，没有。对，关你什么事？克制各位，克制。为什么想要找好歹潘慧茹跟那个谢欣？对，其实我也有家人住在 Arcadia。不要再聊这种家常的话题。下次去吃飞食客了，气死人！是有穿的还是没有穿的？哪一个？是哪一个？男女的？那个感觉应该是这个吧？是谁？这是我。没有穿的这个？不是，我穿芭蕾舞衣的那个。我感觉主角是前面那个。秋秋的人是我，你穿芭蕾舞裙？对，就小时候妈妈一直很想要培养我成为一个你知道 debutante 那个社交名媛的感觉，所以她送我去弹钢琴、拉小提琴，然后还有学芭蕾舞。然后那张照片其实是我跟我妈在吵架，然后因为站在我前面就是我表弟，我不想去芭蕾舞课，我想要去跟他一起去游泳。游泳，对。可是表弟想要去芭蕾舞。表弟看起来心情也不好。他想要赶快去，然后我也想要去，所以后来就说为什么那么小你就已经决定你不想要上芭蕾舞课了？我超讨厌芭蕾舞课的。那可不可以要求说跳芭蕾舞，可是跳男舞者可以吗？我就不喜欢那个很紧绷的那个紧身裤，对我觉得男生穿那个也很尴尬，女生穿很尴尬，对啊。你现在终于是自由自在。对，我大学之后就自由自在。你妈妈再也控制不了。我大学很爱穿西装。
就买贵州的，很 fit。你现在穿西装会有这种效果吗？当然没办法，就只是瘦瘦，就是小小只而已这样。你现在是想要把你的幻想延伸到戴安娜那边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想把目光再移回来。找了一个话题再回去。因为别人讲话，就是我们聊任何事情都应该再移回来。对，我都会一直闪神，一直闪神。对，我问胡天兰她最近吃什么好吃的东西，你就会说那适合林志文吃。因为他有在健康，他吃的很健康啊。哇塞！谁？出道了，是不是？这也是我，这不是出道的照片吗？这是我高中的时候。哦，这是还没有当艺人吗？没有，这时候还没有当艺人。那怎么会有这种照片？那时候就是温哥华，你知道那时候很流行古惑仔，然后呢，因为我们很多香港同学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很会模仿小结巴怎么穿。所以你看到那个长靴啦、短裙啦，然后黑衬衫，那都是这种以前电影里面的那些他们会穿的，我们都很喜欢打扮。可是你应该是要模仿山鸡或者是陈浩南。我很想模仿陈浩南，可是你知道那时候的压力，因为我长大的那段期间，我后来也就跟我妈妈已经。哎，林志伟有看过《古惑仔》吗？又回去了，又回去拿了。好啊，你有本事的给我每一题都转过来啊。这是林志文小时候吗？应该不是。这是谁啊？哇，这是可爱的小朋友哎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可感觉年代很久了。胡天兰吗？志文，你小时候好漂亮。潘若迪是你哦？对，几岁？三岁吧。好可爱。三岁。这个肯定小时候到处被捏脸吧？嗯，对。对啊，因为那你知道眷村都住在一起嘛，有时候你每家挨户跑，那个爷爷奶奶或姥姥都会把你抱着打牌的时候你抱在身上的，就亲你啊，揪你啊。人家在讲话，你不要看这里，慧如姐。我想说，访问这边我可以慢慢把视线移下，就我就看到你了。他会揪我的脸啊，然后他会捏我，然后他的 baby 会咬这边，阿姨会咬这边啊，后来他有时候也会咬这边。你说你爸有郑重的到村子里面警告大家不准再捏你脸吗？有，没有是说林志文。好啦，我答应你们，我答应你们下一张照片很值得看，好吗？好。哎，这是伯父跟他儿子。哇。爸爸看起来好严谨哦，可是儿子怎么了吗？可是你爸爸儿子应该是刚刚受伤吗？儿子受伤是戴护颈的，这是你围巾吧？围巾这个是你国一，你被你爸揍惨了吗？不是，以前在家里跟爸爸拍照一定都是这样，你戴墨镜干嘛？没有笑了，不是墨镜是眼镜，有色近视眼镜，那以前是有颜色眼镜镜片，手还是这样子握拳呢。嗯，你穿棉袄哎。你怕了？我跟你讲啊，我们真的那个环境不一样啊。那我在那个环境就是他要我怎么样，我就能怎么样。然后坐好就乖乖拍照，就坐在那边，然后就腰杆挺直，然后看前面。他后来怎么能够接受你变成这样？对啊，那么吵吗？怎么那么爱开玩笑？因为你看下一张照片，他变这样哎。哇！欢迎杰克 ，Black Jack。不是。他爸爸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学艺术。你是被你爸分成两半以后再拼起来吗？不是，因为这个那是因为一个刚好一个节目，他说觉得像我们觉得像什么样卡通人物嘛，那他就把我画成这样。这个我看不出来是谁，这是谁的照片？这是我的红色衣服那个。红衣服吗？对。然后这个应该是这个人吧？对，很明显的。然后眼睛已经有变漂亮了耶。有那时候有改变了。对，那时候。是比这一张差不多过了两年吧。有上妆吗？这个有，好像有上妆。已经会化妆了，是吧？对，已经会化妆。有什么要问林志文的吗？你可以再多聊吗？再多问你渴吗？这是妈妈？没有，这我阿嬷。阿嬷，对。所以你小时候妈妈不在了？不在，我一岁多我妈就去世了，所以是阿嬷带大。我阿嬷带大，我妈妈去世了以后，我爸爸因为剩下一个人嘛，那他也没办法照顾我们啊，那家里很穷，我爸一度要把我们送到孤儿院去，因为没办法照顾，没办法养。那我阿嬷她是一个哈嘎尼，她那时候在桃园的大园开间杂货店。阿嬷是妈妈的妈妈？妈妈的妈妈。嗯，那她一听到这个讯息，她就，因为她伟大是在自己女儿过世了，很少。阿嬷她会再回到
这个女儿的这个夫家里面来帮忙照顾，因为他等于女儿不在以后，他就跟你们家等于没可以没有关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一跳下，他说不行，小孩送去以后没有亲情，所以他就把店收了，就到我们家住我们家，照顾我跟我姐。讲完这么有人性的故事，我实在很难再调戏林志文哎。你可以问林志文跟阿嬷或者是外婆，对感情怎么样？你想念阿嬷吗？很想念，对不对？我小时候也是。是吗？挡住视线比较快。我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，说他什么时候要提问。潘慧茹今天是第一次跟林志文出现在同一个场所吗？是，而且我今天来的时候，我其实一直都有在偷瞄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是我印象中是单身吗？他是单身，你是单身吧？是是是。所以那需要我们好好介绍你们双方认识？我觉得我们一切顺其自然。顺其自然这四个字说出来，因为我有感觉到你的右边整个现在是很不自然呢。其实我有觉得骨头不舒服，对啊，全身都好热哦，肩膀需要看一下吗？谢欣也单身呢，小心自己把握机会啊！请问你现在有带听筒？没有，就等一下，我直接问林志伟喜欢哪边的好了。哇塞，好残忍哇！要选一个，有点尴尬，左边跟右边，或者后面还有两个女的，哪里？吴老师也是，这张你看得出来是他了吧？是看得出来。为什么那张看不出来？这个已经有一点江湖气出来了。对，这个眼睛已经是你的眼睛了。嗯。可是你穿衣真的很大胆呢，小姐。宝蓝色。我以前都是喜欢鲜艳的颜色，大红、大绿、大黑。我比较喜欢亮色。OK， 不是宝蓝色那个。35岁以前都喜欢亮色系，然后35岁以后就喜欢中性色。潘若迪，彩色的是彩色啦，不是宝蓝色啦，真的假的？不是宝蓝色的吗？不是宝蓝色的，彩色的。你看太远了，看不清楚。你们真的很过分耶。把毛笔拿过去给他们看。来。比一分做纪念呢？对啊，明明就是宝蓝色这个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戴伟大，因为戴了眼镜的关系了。这个呢，你认得出来是他吗？这照片只有一个人，你们总不会搞错了吧？这个你已经开始走那个深色系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已经喜欢穿大地色的衣服。嗯，这有蔡英文的感觉。哦，对，有像文青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当时在记者圈里面是抢手的，就是很多人追的那种吗？这怎么好意思说呢？他们都好意思说，你就说吧。以前是表里不一啦，比较拘谨啦。我喜欢热门音乐啊，喜欢听重金属。可是我出来的时候，还是希望在工作上面能够专业一点。OK， 连接不起来，你跟重金属。对啊，重金属。他现在比较像听重金属，重金属还是听重金属？气重金属干嘛？是他问题呀，他都吃到重金属，又没有变成机器人，还吃阿鲁米的。他说他觉得这张是他人生最时髦的时刻，我真的不懂哎，时髦。你没有看以前那个什么双零双擎的电影里面，女生都喜欢穿白色的那个牛仔长裤，穿黑色的 T 恤，然后没有，我觉得双擎双零时候头发型长这样的应该是男明星们吧，对不对？左上方那个，对不对？我是说，我以前喜欢上了，我特别买的那个红拉链的这个啦，拿过去给他们看。你们以为是这个吗？对啊，我们以为是那个啊。你们眼睛有什么问题啊？来，镜头好不好？对吧？你看这个对。现在这些旧照片出来会让你感伤吗？也还好哎，我觉得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样貌。OK， 最后呢？怎么样可以看病了？是不是？我要介绍彩提的专辑，可是因为要让你专心一点，所以林志文麻烦你站到那个海报旁边去。来。哇塞，你个眼睛这个完全就是倒三角形。有没有人要看林采缇的讯息啊？采缇，所以这个是签唱会。对，在1月10号、1月17、1月24有签唱会，然后我唱片是12月23号发行，叫做 Because， 一样有两个版本，然后64页的写真集。你有看到封面有多露吗？
哎呀，真的耶！其实不是蜂蜜，就是其中。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，林秀文什么时候回美国啊？重点还在那边。我觉得你会不高兴的是，他现在拿着彩提的照片，他可能在注意彩提的身材。他应该有点痛风哦，很性感，这样就很性感了。Come on！ 好了，我们要看诊了。那祝你的新专辑成功啊！谢谢各位在座。